谢谢谢谢。哦，刚才送我东西的这叫什么名字？送我一篮球裤，怎么？哦，谢。这咱俩现场穿上吗？我怕露出篮球衣来。我给你拿下去。嗯，拿下去。您先跟大伙儿聊会儿。好吧。啊、嗯。那我的，你知道我们这孩子出身都是干什么的了吧？就是勤俭，嗯，这叫翻场啊！什么叫翻场？谢谢朋友们热情掌声啊！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对。于谦于老师，您老师相声说的多好啊！您捧我了，一直处于捧哏的状态吧？这不是状态，这是工作，处于捧哏的工作。对，就是傻了吧唧，就是你们这种。您这怎么说话呢？您认识人也不少吧？啊，干这么些年了，认识不少人，是不是？对，那您看看我，啊，看我这个模样，嗯，我这个戳哥，嗯，我这个言谈举止，嗯。你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你给我上来！什么眼神儿？就这模样能是卖鞋垫儿的？那我是哪儿？那我呀也别胡猜了。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对，我可以告诉您，嗯，我是一个戏子儿，哎，您是一个什么子儿？戏子儿啊，戏子儿是什么呀？就唱戏儿的。您这么瞧不起您自个儿这行当吗？我什么叫戏子儿啊？就戏曲工作者。啊，您要这么说的话是对的。认识我吗，宝贝儿？不认识您，宝贝儿。嗯。俩宝贝儿啊，不认识我？不认识，真不认识我？嗯，我这么有名，你不认识我？您怎么有名了？我在京津上，你打听打听，都认识我呀。你先等一会儿，您在哪儿？京津上，京，北京，津，天津，上，上海呀，宝贝儿啊，那叫京津沪。有意思吗？有意思之极了。京津沪，对，你甭管沪哪儿，知道吧？沪哪儿干嘛？你甭管怎么个沪法啊，反正就咱有名儿。哦，在京津沪一带您有名。当然了，不光是京津沪，哪儿都有名儿、啊。全国啊，嚯，我给你提个人吧。啊，您可以提个人，你就知道了吧？嗯，小智子。啊，没有大痦子呀。谁叫大痦子呀？谁叫小痣子呀？魁痣子。您这口气太大了。怎么了？魁痣，于魁痣。啊啊！我知道这人。于魁痣。他叫小痣子。啊啊！于魁痣，您认识？我当然认识了。哦，我给于魁痣蹬三轮，这多少年了？啊！你算，我就甭算了，甭算了。那有什么可露脸的？给人蹬三轮去。谁蹬三轮？你蹬三轮？不是啊，于魁智有一个毛病哦，对，坐车的时候运车、哦，坐船的时候运船，嗯，坐飞机的时候运机，那就甭出门了，那就蹬什么运什么、哦，他只能蹬三轮上班。你这苦日子过惯了。我有一三轮啊，你？我们俩关系好着呢。你瞧这，我们俩关系好着呢。你会好好说话不会、啊？就这样，我们戏班都这样。比你们臭说相声强多了啊！我们还真跟您比不了。那当然了。哦，他蹬我那三轮。是是，我跟他同行，我也唱戏的，京剧、京戏、国粹、国粹呀、啊，这粹就够狠的了，再粹一下，你这国粹哦，国粹唱京戏的，
唱京剧。对呀，唱京剧的。好好好。北京有一个科边科班、啊、这个嘴还唱京戏呢。科班傅连城。那是老戏班了。对呀、啊、对呀、啊啊、一共七科。对。喜连复盛世元运庆生平，这么七科。您这十科了，您这个。是十科。反正你手指不闲 啊， 啊多新鲜呢。十科啊，办到七科就没往下办。不对不对？对呀、啊、就到庆字。对，就到这儿、嗯、就没往下办。对。其实啊转入地下了。这玩意儿还能转入地下？潜伏啊。这也潜伏。当然了。嗯。后来又续了七科。哦。有名字呀。都怎么叫？都有字啊。嗯。七科啊。嗯。一场不看都难受。七科怎么那么水呀、啊？这个一场不看都难受啊！您算哪科？步子科。哦，您怎么称呼？步群。没敢请教您贵姓。岳。岳步群呐、啊，害怕了吧？我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害怕了。我觉得你哪儿我就害怕，你应该害怕。我听这名儿熟，岳不群就是我。哦，唱戏好多年了。我问您，嗯，我问今天在座的各位，嗯，您现在刮胡子是不是用吉列风速三？是。对。我不用了。给您道喜吧，嗯。你也不用了吧？你才不用了呢。我一直用着呢，您省挑费了啊！哼，不用了，您不用了，当然了。好啊，之前我唱什么都行哦。之前老生，老生行啊。后来就是青衣，那是入了傅连城以后。对，嗯，对，咱唱的好极了，嗯，经常唱啊，嗯，唱好些年了，七十多年了。我，你先等会儿吧，你唱七十多年戏了？对啊。您今年高寿？七十三呢。您七十三了。哎呀，看着还真不像。哎，不像吗？像八十四的。谁八十四的？您七十三。七十三岁高龄。哦，老艺术家。嚯、哦、身体健康吗？啊，健康管什么？我每天我你懂的。哎，我懂什么？我懂强弩，每天我都强弩，你知道吗？嗯，嘿，我唱戏都好多年了，七十多年了。好，就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嗯，偶尔嘿，嗯，偶尔还瞧不起我们呢，知道吗？我们怎么偶尔瞧不起人来了？经常瞧不起我，怎么回事？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觉得。那个在门类啊，对对，是不是？嗯，我经常啊上你们后台来。好、哦，你们后台有一个演员把我气坏了。谁呀、啊？就那小黑胖子。小黑胖子啊，恨疯了我了。是吗？啊，小黑胖子谁呀、啊？郭仔。郭仔呀、啊，有白肉没有这里头？谁？你就挺白的。我这郭仔，刚子。明白明白明白，恨疯了我了，你知道吗？是吗？就那人臭不要脸呢，大点事。算了算了，人都有一怕，就是他。是吗？那天在后台，他在那坐着呢，我来了，嗯、他都不拿正眼瞧我。是吗？都这样。哎呦，来了，人家倒霉模样，你看看。哦，我来了。哦，干嘛呀？听说你唱戏的呀？嗯。哪天给我们唱一个呀？给我们听听啊。嗯、哎呀，我哎呀，我这个心都……你怎么了？这是？我想，我都想怼他，你知道吗？你不是。不是，人这也是好话。哪天您是唱戏的，哪天的合作一出，不挺好吗？谁跟他合作？我自己唱一个。好，我冲他这句话，我自己唱一回。您较这个劲干嘛？就跟他较劲。
北京有一个保利剧院，有没有？那是大剧场了。真有吗？有啊。不是，您怎么这干嘛含糊了？是怎么？就是那儿啊，我找他们经理。哦、经理你好。嗯，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哦，我是一个唱戏的，我叫岳不群。经理一听吓坏了。哦，哎呦，这位老师，嗯，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他叫，我叫二中。二中，对，我复姓令狐。令狐二冲啊，二中嘛。哦，那你们俩谁吓坏了？这是他吓坏了。哦，他想说您好啊，您好啊，我叫二中，我令狐。那、哦、个、您要在这儿唱戏吗？嗯，您唱几天？两天。哦，礼拜五、礼拜六唱两天。好啊，定好了啊。嗯，我走了，约了，我家去了，家去了，我回家了。哦，您那个语言、我回家了。哦，刚到家手机响了。谁来的？二中令狐。哎，对、哦、我一瞧手机响，有铃声啊。是铃声，好听着呢。您铃声啊？谁啊？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味儿？我唱一个啊。铃声，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等到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爱我所爱。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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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长事了，你姐夫。行了行了行了。您这歌叫什么？一剪梅呀、啊。用的还是剪子、我用的什么你管着吗？一剪梅。二中来电话，这得接啊，接呀、啊、这个二中、嗯、干嘛呀、嗯、是吧？我跟您说个事儿啊、嗯、这礼拜六礼拜五您别演了。怎么了？小鱼子要在这儿演了。哎呀，小鱼子，小鱼子要在这儿演，就不让我演了。哎呀，我这个心都噔噔噔噔。你怎么死不死啊你？干嘛这拦也拦不住？小鱼子又是谁呀、啊？佩瑜，王佩瑜啊，要在那儿演啊！这可好了，人大角儿。谁大角儿？王佩瑜。呦呦呦呦呦呦！还大角儿呢还？啊！王佩瑜，我跟他一起摸爬滚打多少年了，你知道吗？你？王佩瑜是个女同志啊，她唱老生，她唱男的，啊，对不对？嗯、啊，我是个。对吧？无所谓吧，对吧？还没定性呢，您这个啊，反正我跟他唱戏好些年了，现在王佩瑜要在那儿唱戏就不让我唱了。对呀、啊，啊啊，我换个地方不行吗？啊，别的地方可以唱，我换一个地方啊，你就甭置气了。北京有一个长安大戏院，有没有？啊，也是大剧场，有，又有啊啊！你含糊什么呀？行，我就在那儿唱。长安，长安大戏院可以找他们经理。好，经理，嗯，我要在这儿唱戏。行，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嗯，我回家了。好，我跟你说好了，我回家我写海报去。你这你自己写海报？您这么大角啊？自己怎么写？自己有创意呀，宝贝儿。你们这行的这称呼我实在习惯不了。有创意呀？怎么写？您告诉我什么词儿？听着，哎啊，亲爱的。嗯，敬爱的，嗯，戏迷的朋友们，什么词儿啊？这是戏迷的朋友们，这什么词儿？哦，对的，对的，戏迷朋友们，哎，注意了，您说吧，著名的，嗯，京剧的，嗯，大个表演艺术家，还大个的，大个显得阔气嘛？啊，那也是装的，嗯，你才装大个呢，嗯，表演艺术家。要在这儿唱戏，这儿，哎呀，你还别说啊，这哼我还不会写，这里哪有哼啊？你我就写一拼音，哼哼。哎呀，幸亏您会拼音。哎，要在这儿唱戏，哎，哼哼。嗯，岳不群的戏，嗯，那真是好极了。真够水的，特别的好。岳不群，嗯，打小唱戏，
哦，现已成精。哎，现已成仙。哎，不对，现已成名。哦，成名。他唱戏已经 N 多年了，自个儿都不知道多少年了。他唱戏唱过无数次，啊，真是好极了，也是没得捧了。对，底下有我的生平。这还有您生平呢。您还有生平呢？有啊。难得难得。对，岳不群。哦，生于19几几年。嗯，至后台今儿几号了？算了算了，迷了迷了、啊、什么迷了迷了？就不写了，把它迷了，就空着啊！对对对，空着、啊，随便填。哎，看观众解气的程度了。嘿，随便填。嗯，无所谓，无所谓。嗯，活到现在的他怕什么呀？对，别忘了。嗯，他的戏嗯好极了，还没完呢。他要在这儿唱戏，嗯，五六天，什么乱七八糟的？五六天？你等会儿，就，哎，五六天是什么意思？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那叫五六日，我讨厌那个字儿。我把您这忌讳给忘了。五六天哦哦，哎，括号、嗯、啊三天，还啊三天干嘛呀？啊三天就完了，你不懂啊啊，就稍微有点疼痛感。哦，您这倒是没忘了当初的苦。还有另外一层寓意，怎么意思？啊三天。什么意思？海报往这一贴，嗯，有一个人往这一站，哦、他往这一看，他肯定得念出来。念海报，念到这儿啊，三天，什么意思？旁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嗯嗯，怎么回事？什么三天啊？把自行车往这一支，走过去一瞧、哦，啊，三天，他也念。旁边有一个买菜的大娘一听，嗯嗯，什么玩意儿三天？哦，走过去一瞧，啊，三天，这就仨观众了。您就靠着这啊啊的上观众啊？合着您这岳不群就叫不来人是吗？谁说的啊？谁说？这不是广告吗？哦啊三天，好，底下有三出戏码，特别的生硬。什么叫生硬啊？三出戏码什么叫生硬啊？就特别硬啊。啊，都是好戏啊，特别硬啊。那你干嘛叫人呢？是怎么着？你这什么都不懂、啊、这不是，那不叫生硬。对什么戏啊？啊哎，最底下有定价，你知道吗？我没问你价钱。三天戏码特别硬，什么戏呀、啊？你有必要知道吗？您不是唱的戏，跟我这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跟你聊了吗？那你这放屁呢是怎么着？不是你这半天了，什么叫跟我聊了没有？息怒，早说呀！你别逗我啊！废话，你好好跟我说话成不成啊？好好啊，我问你啊三天，这没问这啊三天啊，问你三天什么戏？三出戏啊？对，头一出啊，五加皮。你喝酒呢是怎么的？五加皮，谁喝酒呢？那五加皮干嘛？那叫五加坡。对，五加坡啊。哎，这是头一出，第二天二一出，嗯，色狼探母。色狼探母啊，哎嘿嘿，岳先生，色狼探母，四个色狼，这老太太要悬，嗯，四个色狼，四狼，杨四狼，这不是就完了？杨艳辉，哎，四狼探母，就叫探母，哎，嗯，底下呢有定价，不问定价，还没说完呢，第三天呢，忘却了啊。这不像话呀，您唱的戏怎么会忘却了呢？忘了怎么着吧，倒是不怎么着，你想想啊，你我就能想起一个字儿，什么字儿？什么探儿？什么几个字儿？慎重啊，今儿直播。所以说我忘却了吗？
我给您提个醒行吗？啊，连环套。对，连环套，连环套。这地方走大字眼知道吗？连环套。对，连环套。对，你在吓着我。废话，连环套。你谁吓你？吓着我了。你三出戏啊，底下有定价啊。您再说说定价。那、啊、您说啊，哎，我去佩云那打听打听怎么样？啊，您可以摸摸底，打听打听，打听回来了，那最高啊，380。嚯、啊，哟哟哟，380。嗯，那人跟我说，人家380，你看您还定价吗？嗯，干嘛吓成这样啊？倒霉模样还定价吗？真是。要您说啊，我定多少？怎么也得定啊。依我这意思啊，您呢，10块钱。哎，给点瓜子茶叶花生啊，还弄点白糖搁茶里头，找一足疗一边捏着脚，哎，兴许有人来。足疗，嗯，茶叶，对，白糖，嗯，我在台上唱戏啊。啊，不，后边啊您放着阿凡达。我怎么跟你沟通？用不着了吧？什么阿凡达？嗯，什么10块钱？我就值10块钱吗？阿凡达值十？嘿，不论前后排，朋友们，一律1000块。您定1000块钱一张票？对了。哦，不论前后排，一律1000块。哦，远近都1000。对呀、啊。海报贴出去，嗯，广告打出去，嗯，各大电视台，各大广播电台，嗯，各大网站，嗯，马路边上，嚯，全都是我的广告。你嚷什么呀你？啊，三天就写这个？当然了，嗯，全都来了。哦，全中国全世界的戏迷朋友全都上北京来了。嚯，还全世界？当然了。你都哪儿的？我跟你说，嗯，先说中国的吧。嗯，石家庄省知道吗？没听说过。石家庄省啊？什么？石家庄市。石家庄市啊，戏迷朋友特别多。对呀、啊，听说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是疯了都。怎么就疯了？都疯了癫了，知道吗？干嘛了？人都上北京来了。哦，怎么来知道吗？怎么着？走着来，打石家庄走着来啊。那不胡说八道，那得多长时间？坐汽车呀、啊？汽车坐不上。火车坐不上。飞机没有了。怎么那么挤呀、啊？这个都上北京来了，只能走着来了，全都堵了。哎呦，武汉啊，戏迷朋友也多呀。那是戏窝子，都上北京来了啊。火车站人头攒动啊，嚯，人太多了啊。火车站站长吓坏了，哎呦，怎么这么些人呢？啊，都干嘛去啊？打打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嘿，站长疯了。站长也疯了。我也去啊，三天。哪儿就三天呢？好家伙，火车坐不了那么些人呢。那是一列火车24节。哦，现在48节，翻一倍。当然了，那拉不动，后边那一火车头推呀、啊。俩火车头啊，那再单开一列不就完了吗？行吗？多新鲜呢！行，这就是俩班次。对对对对，反正都上北京来了啊。这是火车站，飞机场人也多呀。啊，那儿也人多，飞机场人太多了。哦，飞机场厂长吓坏了。哪儿？嗨。怎么这么些人呢？别说了，飞机场厂长啊，啊，没听说过。那一个飞长，飞机那机长，机长啊，机长吓坏了。嗯，怎么这么些人？那干嘛去呀、嗯？都上北京听我岳不群唱戏。哎呀，飞机场这那机长疯了，机长啊、嗯，疯了，全疯了。我也去。嗯、这几位也是没见过人妖。嗯。都来了，那是人太多了。嗯，飞机上坐不了那么些人呐。那肯定。怎么办？嗯，飞一个，低了一个。哎，您说是人也是飞机呀、啊？飞机呀、啊，飞机飞一个，再低了一飞机啊，俩啊，那低了的动吗？低了的动。哦，省油省航线，省得在空中怼。
我都没听说过在空中怼啊，省在空中怼上了哦，就撞了嘛啊，对对对啊，省油省航线哦，这么说跟这么跟你说吧，嗯，哎呀，跟你说不明白，你说的明白，武汉呐，嗯，三天空了，没人了啊，武汉啊，这么大武汉空了啊，都上北京来了，嚯，这是武汉，上海啊，戏迷朋友也多呀，嗯，火车坐不上，是飞机坐不上，肯定的，搭轮船呢啊，搭轮船啊。大轮船，对对啊，大轮船，这还大轮船，大轮船啊，坐不上，人太多呀，轮船也满了，当然了啊，自制小木船，这怎么自制？小的孙悟空啊，怎么了？自制小木船，猪筏子，孙悟空坐那个啊，奔着东胜神州去那个，对对，哦，一家人坐上猪筏子往北京划呀。滑就滑吧，你这姿势干嘛呀？滑嘛不得，边滑还边嚷嚷呢啊啊！这嚷嚷的是什么？谁知道？高兴啊！啊，三天回荡在雨斗中啊，雨斗中啊啊！人太多了，啊、自制小木船做不了怎么办？怎么办？大木盆。那干嘛？往水里一放，蹦到大木盆里头，弄俩擀面棍儿，唰、哎！瞧这个忙叨劲儿的，边滑还边嚷嚷啊！啊啊！三天！哎，对，都上北京来了。好好好，好就这么跟你说吧。嗯，全中国的飞机都在空中呢。哎呦，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了？堵机了啊！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词儿，堵机了。堵机了啊，人太多了，是吗？这位把那个飞机窗户摇下来，嗯，哥们儿，我先过怎么样？我先过怎么样？那位呢？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这还滴了一个呢。啊，对，我这滴了俩呢。哇、哦，还有超载的呢。要不你找一交警来？哪儿有交警啊？我上哪儿找交警啊？啊，你把超人叫来吧。嗨。别叫超人了，疏通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都上北京来了，哎，好家伙，这么跟你说啊，啊，山西，啊，山西还没，戏迷朋友也多呀，哦，火车，嗯，坐不上，肯定，飞机坐不上，堵机了，大轮船也没有，啊，轮船也没了，轮船没有啊，山西它是平原呢，哦，它虽然是有山啊，啊但是它没有这个水啊，对，是不是？怎么办？嗯，窜天猴，有点不好理解了。窜天猴怎么来呀、啊？就绑身上，一天绑蹦到北京，拿花蹦到北京。窜天猴，这玩意儿有难度啊！在空中，你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呢。什么？上边还嚷呢？嚷！哦，我这么跟你说啊，嗯、这个炸药不能绑多了，嗯，绷过了。是啊，不能绑少了。蹦不到那技术啊，哎，蹦到北，蹦到五环里，嗯，行了，那就能走进来了。对了，对了，嗯、这是国内哦，外国也有啊，国外的日本离这儿倒近，戏迷朋友太多了哦，想上北京来，嗯，飞机坐不上了，没了，火车不通啊，肯定是不是？嗯，窜天猴，嗯，蹦不到，多新鲜啊，容易在海里，对，容易在空中饿死啊，对。蹦那么长时间呢？那可不嘛！好家伙，那可不，搁多少火药啊？这怎么办啊？热气球，哦，做大气球了。哎，啊、热气球一松手，找你一家人跟着热气球来了啊！这得看风向，飞着飞着坏了，怎么了？风向变了，哟，给他们刮南极去了。日本人都南极了啊，他们就不回来了吧？估计得冻死吧？哎，来、哎、的，谢您吉言。反正是来不了了哦，好家伙，人太多了。嗯，可是北京啊，也装不了那么些人。哎呦，旅馆呐、啊、宾馆呐、啊、星级酒店呐、啊，全都坐满人了，住满了，全都住满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大街上全都是人。哎呀，都住街上，桥底下、小区里，哎呀，哪都是人，人满为患。我作为当事人，嗯，我得去瞧瞧他们去。哎呦，买点水，买点药，买点面，爱护观众，是不是啊？嗯，瞧瞧他们。哦，哎呀，你看，看这，看这人，哎呀。这有一位，这人岁数挺大的了，高龄了啊，花白的胡子，赶紧问问、哎、安慰一下。是是是，我说大爷，您是嗯，拉登啊、哦？你先等会儿，拉登都来听你戏来了，
了不得了你。我说邓哥啊，邓哥哪儿练的？你怎么来的啊？多危险呢，怎么来的？我山西崩来的。哎呀，也是炸药过来的。我炸药装少了。哎呦，崩到他妈河北了。哎对，常用炸药的主还用错了。没崩到啊。那得了，既然已经到了，得了、嗯、待着吧。哎呦对了、嗯、你不怕不时吗？嗯，不怕了啊，找奥巴马了。哎对、啊、他也知道换届、嗯、不怕了、嗯、那先待着吧、哦、正说着话呢、嗯、过来一小孩瞪我的衣角。干嘛呀？叔叔叔叔、嗯、有创可贴吗？哟，我妈吐血了。哎啊，那不管用不管用 啊, 啊，赶紧上医院。就是人太多了。嗯，说实话我的心里不落忍。您也高兴，赶紧回剧场跟经理商量一下。说什么？能不能啊早开几天？也可以，是不是？嗯，可是人经理说了不行，说哪天开咱就是哪天开，日程排好了，等着吧。嗯，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哦、我就待着吧。嗯，可不就也就待着吗？等着盼着吧。嗯，一直等到开戏的当天、哦、离开戏还有4个钟头。嗯，底下全都坐满了。这就满了？满了，4个钟头呢啊，真不错。离开戏还有3个多钟头的时候，嗯，又来了1000来位。哎呦，帮帮帮敲门，买票买票，我们要听乐评，买票。哦，经理出来了。嗯，朋友。嗯，没票了，要想买票也行。嗯，咱只能啊站票了。怎么叫站票啊？哪有空单站哪儿吧，就找地方站啊。那站票也卖1000呢？1000呢？还卖1000啊？就不掉价？当然了。你说这票卖的岳不群呢？你别提您这名字了。离开戏还有2个多钟头，嗯，又来了500来位。哎呦，帮帮忙敲门、嗯，买票，买票，我们要听乐评，买票。真执着。经理出来了，没票了。哦，要想买票也行。怎么着？蹲票。蹲票怎么蹲呢？这人呐，上宽下窄啊，两人往这一站，中间这儿哈还有一块地方。哦，这儿有空，蹲在那儿。哦，就蹲这儿了。对了，蹲票多少钱？1000呢？还1000啊？你这人往这一蹲。站着的这位高兴了啊，这太好了啊。怎么？茶杯有地方放了。哎，这好，就搁脑袋上啊。那可不吗？哦，离开戏还有1个多钟头。是，又来了300来位。怎么办？帮帮忙敲门，买票、哦、买票，我们要听乐不群，买票快点儿。还急了，经理都哭了。是啊，实在是没票。嗯嗯，要想买票也行。什么着？趴票吧。啊，趴怎么趴呀？有打最后一排啊，匍匐前进。嚯，这个、座位底下它有地方啊。啊，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我先趴，趴到第一排。嗯，伸个脖子，看戏。受了罪了吗？这坐着的这位不高兴了啊！哟，怎么了？嗯，你谁呀、啊？嗯，土行孙。哎嗨，这位也想的太多。你是不是土行孙？这哪儿叫土行孙呢？大哥，大哥，我不是土行孙。嗯啊，我是看戏的。哎啊，你看戏不行啊。嗯，我脚搁哪儿啊？就是，您就搁我脑袋上吧，行吧？还挺能对付。这你说的啊？嗯，行，嗯，走你。哎呀，哎，这太使劲。搁上了啊，这刚搁上，这位扒了脚脖子。哎，大哥，大哥，大哥，嗯、等你先躲一会儿。嗯，我先喊个好行吗？哎。哪儿那么大瘾呢？这是哪儿？你就喊好啊！啊、嗯，这还没开戏呢，喊什么好啊？嗯，不是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哎呀，对，非踩死不可。看个什么劲呢？行，嗯，圆了你的梦啊！真喊啊！走，喊吧。嗯，这位喊了，好、啊！哎呀，哎，这又踩上了是吧？又踩上了，太难受了。着急呀、啊！啊啊！离开戏还有40多分钟。哦，又来了24位。干嘛？帮我买票啊！啊，买票，买票！我们要听乐不群，不让我们买票，我们剖腹自杀、哦！这是日本的朋友赶到了吗？经理彻底哭了。嚯、哦，实在是没票了。嗯，你看，嗯啊，站着的，嗯。蹲着的，对，甚至都有趴着的，由上到下，你看看、啊，怎么了？要想买票也行，还卖吊票？什么叫吊票啊？这个剧场上面有电扇，啊，有8个电扇，一个电扇3个扇叶，哦，给他们吊上，3×8=24，正好24个人呢，都吊扇叶上啊。那这吊着的卖多少钱？1050。哎，怎么还多50？绳子钱呢？哦，这。一点亏都不吃啊！打发人去买绳子，把绳子买回来，挨个给他们绑好了，吊上去。哼，呵，马上就要开戏了。嗯嗯，谁成想啊，有16个人骂街了。怎么呢？凭什么呀？啊，
凭什么他们看前头我们看后头啊？怎么叫看后头？您琢磨琢磨，这个电扇呢，一个冲前，俩冲后啊。啊，这扇叶往那边吹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他们出一好主意。什么主意？把电扇开开，转着，哎，慢慢旋转。哦，一挡啊，哦、不能快了，快了容易让人晕厥。还晕厥呢，这吊着就够难受的，哎，容易让人吐了、啊、底下这位不高兴了，哦，这还没吐呢，是底下这位高兴了，是吗？好 啊， 啊，看京剧外带空中飞人啊、哎、好嘛，这回全乎了，特别高兴、嗯、马上就要开戏了，对，赶紧都穿上、嗯、好，都弄好了，办戏办戏，是上场，哦，头一出戏那叫武家坡、嗯、武家坡，我来这个薛仁贵，好啊，有这么一句叫做一马离了西凉界，就这句好听，有一高腔，没错，特别好，您来了，我原韵重现吗？哎，就给我们唱一段，我来回吗？咱们大伙儿听听，一马离了西凉界、啊、来回啊，来来来，我原韵重现啊，哎，我们就听这句，一马离了西凉界，什么玩意儿啊，这叫，嘿，就这么一嗓子，就听台底下哗、啊、这个鼓掌啊，这个骂街呀、啊哎、没法不骂街，骂着街就退票去了，那倒是，这是你们不懂啊，不懂什么叫艺术，不懂什么叫京剧，是啊，你还别说，这有24位没走、啊、这爱听到那下不来了，去欣赏相声切大鼓，表演者岳云鹏、于谦，烫了，这叫花都不明显了。谢谢吧，我也爱你。哎，我们是你爱我，我爱你。今儿捐款，你得把钱捐了再走。谢谢您的热情掌声，是啊，这一场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哎啊，我们爷俩说实话大家伙比较熟悉，你先等会儿，这个爷俩是爷俩、啊、您这比划的有点反了，我看我们是爷俩，我们爷俩啊，这个啊，不对不，别同时比划，您就说谁是长辈谁是晚辈，大家伙看不出来吗？对呀、啊，啊啊，我这么老行，怎么老？我都秃了，你没看出来？我也掉头发，我这是烫的，你不知道？大伙儿都知道。其实啊，跟于老师站在一起、啊、特别的高兴，因为毕竟我们哥俩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改哥俩了？怎么又改哥俩了？到底是什么？爷儿俩呀！毕竟我们娘俩在一起的时候，哎呀，娘儿俩。啊，爷儿俩，爷儿俩，对，我们爷儿俩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哎，偶尔啊有这么一次合作的机会，偶然。之前我跟那个史爱东合作的时候，嗯，史爱东老故去，啊、我们俩就在一起。史爱东故去，不是他经常是死去，啊，那就是故去，啊，反正经常是不在。有时候我们俩偶尔合作一回，对，但是不是特别的多。哎，那后来我跟这个孙越孙老师做这个搭档，是啊、今天孙老师一会儿还有事儿，然后也走了，是吗？不是，那顾我说他不是走了，没有别的意思，走了不是，就是回家了，这不是有事儿吗？回家了啊啊，一会儿还来呢，嗯，我们爷俩。跟您合作一回，哎，大家伙都知道啊，于老师很幽默的一个人，不敢当。幽默的人，甭管什么人呐、啊嗯，他都有不同的爱好，啊，爱好很广泛、嗯。那他来说吧，嗯，他的爱好特别广泛，是抽烟、喝酒、烫头。你跟郭德纲真是师徒俩，我跟你说，好容易说跟你合作一回，还是这话，你这。他饶不了你，我能饶得了你吗？哎，这得，我算掉进沟里头了，你出不来了。啊，我就这爱好，三大爱好，哦，抽烟、喝酒、烫头。嗯，最喜欢的啊是抽烟，烟琴、哎。这位老师，这一根烟呢 啊，抽一口，抽怎么叫抽一口？并不是说抽一口就扔了，不是，嗯，一口嘬没了。那我这么些年烟龄了，我这肺活量还这么好呢？那是多的嘬劲呢、什么叫？
作劲呢、啊、您这猛作劲，我给您学学他怎么抽烟。你来了上台之前 还抽一颗呢，哦，啪点着了，打着火，他找那个要死的感觉找得特别好。哎呀，我这就随着孙越也去了。哎呀，啊，烧手了这就，啊，第二口就能烧着手，啊，一口就没，一口就没啊，哦，猛嘬猛嘬，咱们俗话说嘬死嘬死就这么来的，没听说过，我抽根烟就嘬死了，那可不是吗？啊，经常嘬，经常嘬，导致啊，啊，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完了，还内脏，就跟您有多大学问似的，内脏不是就完了吗？你有学问吗，宝贝儿？哎，这都是你跟我的称呼吗？这个，宝贝儿，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台上您抽我挨着是不是？啊，现在这是台上，宝贝儿，怎么着？哎，得了，爹，您说吧。诺啊，诺，甭诺，这宝贝儿也不能说，怎么叫宝贝儿？弄不死你！哎，行了，我憋着你给弄死呢。经常抽，导致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不行了，真的。啊，这人不行。是内脏不行了，是我不行了。您说清楚了这事儿。整体哎，全不行了啊！我就要死，住院了，现在活过来了。前两天住院了，哎呀，住过一段院，在病房还抽烟呢，这戒不了，猛嘬呀，啊，还是这口。小护士进来了啊，看了一个满眼，小护士要说他一句，得劝劝我，哎，小心肝。挺好的话吗？小心肝，伤肝呢。再瞧他，啊，满脸猥琐的表情。我，小宝贝儿。哎呀，给大爷来一个。哎，行了行了，我们也是台上无大小。猥琐鱼就是他。没听说过，哪儿猥琐鱼？谁给起的名字？这是于老师，啊，说相声说得很好。别客气，真的，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嗯，人家都不会啊。您现如今别给我吹了，啊，都不会，都会，不敢当，都不错。为什么人家说相声说的这么好啊？您说，家里有干这个的？哎，我们是世家，跟这个曲艺有些关系。对，他的父亲，嗯，郭老爷子是，对，到你这儿怎么没改变？还是郭老爷子？我这姓于呀。确诊了吗？姓于。行行行，姓于，我从了你，谢谢您吧。于，姓于，他父亲姓于，嗯，于老爷子，哎，啊，跟这个曲艺是有些关系的，嗯，他父亲弹弦子了啊，你说半身不遂了，什么叫弹弦子了？您这有诅咒的意思啊？你要不说，我没想到这个。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父亲弹弦子了？弹弦子了，不是就半身不遂了吗？就这样，啊，弹弦子的，怎么那么别扭？你这话，我父亲是弹三弦儿，哎，弹弦的，哎，经常跟家弹，还是半身不遂的范儿，这个弹，天天弹，哦，抱起那弦儿啊，啊，三弦儿，弹弹吗？打，嗯。大的铃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这不是三弦，这快板这么拿着也能拿着，什么点儿这是？你说弹弦吗？弹弦有这大的铃大铃铃大，怎么了？这是什么点儿？这是经常这么弹啊，天天弹，天天弹啊，街坊邻居受不了啊，邻居啊，敲你们家门了，哦，要嘱咐你爸爸两句，不要劝劝他。帮忙忙敲门，嗯，老郭，怎么还姓郭？行了，敲错了，敲错了，你跟我这说什么呀？敲错了，敲错了。对了，敲，猥琐鱼的爸爸，就说鱼行吗？啊，行啊，
老于，哎，老于，别敲了，哎，好听吗？嗯，跟狗挠门似的。这嗨，什么词儿啊？别敲了，啊，我走了，走吧。街坊大妈，人走了。哦，街坊大妈说的话，他母亲听见了。哦，他母亲要跟他爸爸开始沟通了，沟通，开始说话。他母亲老北京人，是说话呀，老北京的口音，一口京腔。哎，在座的可能老北京人也比较多，是都熟悉。我跟您说，学一学啊。哎，老北京口音味儿好着呢。他母亲说了，您学学。我说老兔子呀，什么呀这是？我用一句话想说。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京腔怎么河南味儿的？这个，我说老兔子呀，这怎么了？这老北京话呀，这是老北京话吗？这个比较古老啊，老北京都河南那边迁过来的是吗？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这么说，老北京话就这味儿的。嗯嗯啊，我说老兔子呀，呵，我有一句话想说。哎，你说吧。遗传，看见没有？谁遗传呢？这个随你的顺口答音儿。我有一句话想说，说吧。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您别客气了。人家谭仙子，嗯，我也见过。哦，你谭仙子，我也见过。那好，我有一句话想说啊。你嘱咐我。我说了啊。说吧。你这把三弦啊，啊，你得配上弦子呀。那是狗挠门呢，那个什么都没有啊，这跟这儿，这不干挠吗？没有，你跟这还大的令大，这哪儿出来的点儿？这是怎么挠的吗？那还是狗挠门呢，这个什么叫配上弦子呀？他父亲一听啊，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赶紧把弦儿拉过来。嗯、啊，刚才都没拴弦儿，你这玩意儿，哎。还得把这三根弦捋上，这才能弹，最起码得出音儿啊。我爸弹这是什么呀？这是弦儿，弦儿，那叫三弦，得三根，知道吗？就三根啊？好吧，你这顿出五根来了都。那不吉他吗？啊，吉他有五根的吗？其实是六根 啊。三弦啊，就三根。嗯，弄好了，开始弹。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我把您那弦再松回来得了，跟没蹬上一样，还这点儿。弹完了、啊，特别的高兴，还高兴，特别的美呀、啊。哦，他父亲跟他母亲说话了。嗯，他父亲老北京人呢？我爸爸呀，老北京的口音。哦，怎么说的？你说说。我说老婆子呀，还真是老北京腔。我有一句话想说，两口子就别那么客气。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行，您说。那我说了啊。说吧。嗯。我会。你爸爸来了。哎，你爸爸来了呢。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回事？怎么人催你，让你赶紧说。好的。要变味儿了。于大爷，您坐着啊。什么鱼？说吧，我会探线啊，你会唱北京打个数？呦呦，你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会唱北京打鼓数？哎，这是北京打鼓数吗？这个唱出来，确实会唱啊，会唱吗？啊，北京打鼓数啊，能是味儿。你会唱北京打鼓数？不，咱俩明天去唱北京打鼓数吧。真胆子大呀！中不中？中。你妈也来了？我这一帮的亲戚哟，怎么那么些人呢？怎么这么些人答应啊？人家起哄，你跟你说话你。他母亲说了啊，哎，啊，一撇几何呀？你这当什么什么几何？撇。一撇几何？老北京话有这词儿吗？这个应该是什么呀？一拍即合呀。老北京话就是一撇即合呀。哎呀，我这长学问了，这一撇成功了啊。啊，两个人特别的高兴。哦，做饭，做完饭吃饭，吃完了饭刷碗，啊，刷了碗躺床上开始折腾。哦，这两口子，这一宿
这还折腾一宿，折腾一宿干嘛呀？不是，就是睡不着啊。睡不着那叫翻来覆去，知道吗？您这折腾一宿不像话。翻来覆去的折腾，哎呀，没听说过，再打炕上掉下来，这不是不是就折腾，就叫翻来覆去。我问你啊，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折腾，那就是，就干脆折腾吧，就折腾呗，折腾一宿，折腾一宿。嗯，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啊，俩人也都累了。哦，那还是折腾一宿吗？这不是？就是啊，天亮才累。他们都乐什么呢？你心里明白。天亮了，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啊，我说老婆子呀，嗯，我有一句话想说，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会探线儿。什么？你会唱北京大鼓书？行了，别提这个了就。可是到目前为止啊，咱没有鼓啊。没鼓那唱什么呀？没鼓怎么唱啊？是啊，唱不了啊，没法唱。得亏 啊，他们家对面有一煤铺，煤铺旁边有一个鼓，煤铺里会有鼓，买煤啊，光卖炭那嘣嘣嘣。哎，对对对，哦，半夜给人家拿过来了，那叫偷过来了。还半夜干嘛？白天不拿，夜里拿的就叫偷。说偷好听吗？不好听也是偷啊。给人家偷回来了，还是偷。拿着这个鼓，啊，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哦，我说老婆子呀，我有一句话想说，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要这么个气，那个那一宿就别折腾了。咱俩做一个小游戏吧。还有什么游什么戏？闷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干嘛呀这闷闷的？鼓是漏的啊，套着鼓这藏闷闷呢。啊，那你还不是练钻圈呢？这个补鼓吧，补吧，那就两个人补鼓，补了一宿。哎，又折腾一宿，后半宿补鼓，前半宿折腾。这都不像话，天都亮了啊，去天桥唱北京大鼓书。你不嫌累？想当初啊，天桥盛世，嗯，唱什么的都有。对，京韵大鼓，嗯，京东大鼓，西河大鼓，铁片大鼓，哎，都在那一带唱。杂不地，人家都怎么唱啊？嗯，鼓架子支好了，是鼓往上一放，嗯，前面呢租三条凳子往前面一摆，这叫板凳头，撂地呀。对呀，往前面一摆，嗯，供客人休息。哎，在这唱，唱完了收钱，这是规矩，都是这么唱。哎，他父亲也不例外。对呀，租了三条板凳，往前面一摆，鼓架子支好了，鼓往上一放，开始敲，大大大叮大铃铃，大大叮大铃铃大，这跟三弦还真是一套。这么敲，嗯，每家每户都是人山人海，都看，唯独他们家，啊，方圆四米没人走，唱快板的不招人，哈，唱的也不好，嗯，敲的也不好听，那可不嘛，这一天下来一分钱都没挣着，全没有，倒贴了凳子钱，连凳子钱都赔了。那是啊，哦，到了晚上，他母亲说话了，啊，我说，啊，老头子呀，我有一句话想说。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嗯，哎，别嗯了，了两口子就别这么客气了，饿一宿了都你。那我说了啊，北京市里边这个人，啊，他不懂啥叫北京大鼓书，就听不懂您这路北京大鼓书。咱们别在市里边唱了呀。那上哪儿啊？弄村吧。哦，奔乡下。他父亲说了，嗯，啊，一撇几个呀？哎，对。三伙撇俩出去了，两个人很高兴，嗯，都没有回家，哦，直奔农村，哦，直接下去了。走吧，走了一宿，嗯，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河北省固安县，这就四宿没睡觉了。到了固安县，嗯，天也亮了，嗯，找一个村，在村口呢，鼓架子支好，鼓往上一放，开始敲，大大大的铃，大铃铃大，正敲着呢，嗯，有打胡同口出来一老太太，哦。六七十岁了，哼，花白的头发，很精神。哦，跟你母亲说了。嗯，哟，嗯，二位这是干嘛呢呀？二位，啊，二位，嘛呢嘿？这到了河北省，这口条都比我们这两位清楚。啊，河北那口音嘛。他
他这叫有口音呐啊！我们那是正经啊，老北京话呀。哦，人家就是河北了。哦，这就不正宗了。那听人就多切呀，麻的还多切呀。儿化音切。老太太，嗯，咱俩是唱北京打鼓数的呀。这正宗的口。什么？嗯，北京打鼓书。对，您这味儿怎么比我还切呀？哎，对，到底谁切呀？啊，嗯，我来问你，嗯，怎么个听法啊？是啊，多少钱呢？是，老太太，哎，唱一百天，嗯，多少？一百天，吓死我得了！不是，老太太，啊、一百天，一百还是一百天？百啊？怎么意思？一百天，哎，百还是一百天呢？一百天，怎么？一百天，哦，一百天呢？啊。那你这一百天，您这老北京话嘛？哎，就甭提这老北京话了。唱一百天，嗯，一块钱。哦，一白天一块钱。唱一百天，嗯，加一晚上。哦，打吗？账头不对了。怎么不对了？账头不对。唱一白天一块钱，嗯，一白天加一晚上八毛，怎么倒少了呢？充分显示出他父亲的聪明之处。怎么呢？唱一白天。给了一块钱，是到了晚上住店，好几天没睡觉了，得住店呢。那倒是，住店这个钱谁花呀？对，到这儿他自己花钱不折腾了。对呀、啊，得住店这个钱，拿着一块钱花不合适。哦、唱一白天，到了晚上啊，本家一般都让人在家里休息了，管吃管住。哎，给八毛钱也合适啊，省店钱。老太太一听，呵，嗯，才八毛钱。对。唱一天一宿才八毛钱，是是，行嘞，嗯，上我那儿吧。哦，请去，爷们儿走吧。不花，慢点嘞。这老北京人士现在都搬出去了是吧？都奔郊县了是吧？不是，他那个味儿比较欠。哎，这甭提这欠了。来到老太太家里，老太太特别高兴啊，嗯，把街坊邻居全都叫到自己家里来了。哦，大奶奶、二奶奶、大大爷、二大爷，嚯、哦，一大娘、二大娘。嗯，哦，谢谢，答应了。你瞧瞧，男的女的？哎，什么话这是？啊，正经的北京人。一撇几个呀？哎呀，行。老太太很高兴，街坊邻居全都叫到家里来了。那是要请客啊！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嗯，老太太旁边坐一二婶儿。哦，老太太说：“二婶，您就坐这儿，嗯，您就坐这儿，听人唱北京大鼓书，人唱的好极了，你看好听着呢。坐二婶，您就听啊，就唱。那小孩，嗯，别闹了，孙队，滚蛋！哎，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有一小孩，怎么还骂人着了？小孩管他叫奶奶，他可不得叫人孙子吗？哦，这辈儿在这儿啊。哦，孙队，滚蛋！快，二位喝水了吗？嗯，印场了吗？嗯，印完了，唱吧。”这才叫老北京呢、嗯、弹吧弹吧，他父亲开始弹、嗯、大大大大令令大大大灯，哎，这怎么回事？弦断了。你这到关键时刻弦折了，这弦一断，老太太反倒高兴了。怎么还高兴呢？二婶、嗯、二婶听见了吗？怎么着？瞧见了吗？啊，人多好啊，你瞧这北京话，这多卖力气啊。对啊，弦都弹断了，嗯，说明人家卖力气下功夫。二婶听人唱啊。对，听着，别说话啊。哎，对对，听人家，别原因、嗯、那就别弹了。是，敲吧，敲鼓。大大大铃大铃铃大鼓，哎，这是鼓也敲漏了，白鼓半宿，这就鼓一漏，老太太又高兴了，还高兴了。二婶儿、嗯，二婶儿，瞧见了吗？嗯，听见了吗？看见了吗？怎么着？你多好，多卖力气啊！是，鼓都敲漏了。哦，哎，你好好听着啊，这也叫卖力气。不要说话，不要言语，好好听人家唱啊。二婶儿，待着。哎，别出声。站、嗯，唱吧。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嘿，二婶儿啊，二婶儿，听见了吗？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嗯，这是什么段子，知道吗？你说。西游记。对，西游记。西游记记，哎，西游记有四个，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有四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啊。不错，我听过这个、哦、这好着呢。对，二婶别说话，听你唱啊。哎，听着，别说话、嗯、唱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两句。二婶嗯，听见了吗？老跟二婶有话呀。、啊、二婶
听见了吗？啊，人又给唱了一遍。是，为什么？为什么？怕咱们岁数大了耳朵沉。重复一遍，听不见，又给唱了一遍。对，多好啊！重句。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对，孙悟空跟猪八戒打起来了。是啊，高老庄啊。哎呦，知道。孙悟空有一金箍棒。嗯。猪八戒有一耙子。这是回目。两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嗯。二人别说话。别说话。听你唱。来吧。唱。唱。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这个。二人。你要干嘛？听见了吗？嗯。我说什么呢？怎么着？猪八戒还手了吧？啊，这叫还手了。哎。猪八戒大战孙悟空了。还手了。哦。俩人打好些回合。这就回合了。嗯，打得好着呢。哦。漂亮着呢。虽然没有画面，但是咱们用脑子想象这个画面。先生的功夫。二人。听人唱，人唱得好极了。来你别说话行不行？听人唱。听着吧。嗯。唱。嗯。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哎呀，没法听了这鼓。嗯，听见了吗？啊，又给唱了一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呢？啊，你倒想想啊。岁数大了，哦，耳沉了。耳沉不知这么多遍呢。又给唱了一遍。哦，二婶，你好好听着啊，让你喝口水，但是你不要说话，好吗？听你唱，唱。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二人，没完了，听见了吗？嗯，又给唱了一遍，对，而且这一遍呢，长了一个调门哦，长调了，长调门了，你听着，哦、二婶，你听着呀，别说话，你别说话呀，对呀，你好好听着，嗯，这会儿接着唱，嗯，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嗯、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二婶。听人家唱的多好啊！你不要总打断人家，人家唱的多好，你不要说话了。啊、这会儿二婶说话了，啊、我他妈弄死你就得了。哎、干嘛呀？嘴怎么这么碎呢？哎、从头到尾我他妈说一句话了吗？哎、全是他这贫呢。你听人家唱不就完了吗？哎呀，这一句一打断的，烦着呢我这。赶紧争唱吧，快点的吧，来吧。唱吧，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还是这句，别说了就唱，哎，给憋回去了。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就这两句，嗯，由打上午十一点，一直唱到后半夜一点半，这才叫折腾一宿呢，知道吗？老太太家里人全都走了，谁听这个呀？就剩老太太一人了啊！老太太心里琢磨了，嗯，这是我们家呀，这要不是我们家，嗯，我早他妈颠儿了，哎，对。连家都有心不要了，什么玩意儿 啊！二位，嗯，别唱了，行了，二婶都走了，没看见吗？啊、哦，没人说话了，嗯，汤姆金说了，啊、哦，累成这样，老太太，嗯，俺不累，哎，还不累，你是不累啊？啊，那猪跟那猴累了，哎，对，俩人打多半宿了。这都八万多回合了、啊、数着呢是怎么着宝贝儿让他们歇会儿行不行啊啊啊好家伙知道一猪一猴就敢唱西游记啊啊你要知道俩长虫不得唱白蛇传去啊你听说过那怎么唱啊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别唱了啊没什么用还还中不唱老太太嗯我俩吃啥呀哎真有心肠要吃的啊嗯吃什么没心没肺啊没皮没脸的家伙你问问那猪跟那猴吃了吗那还俩比他们还累的呢溜溜打一天呢嗯还要吃的臭不要脸嗯行了也就是我老太太心善啊好门旮旯后头什么呀有一饽饽门旮旯后头一饽饽四个饽饽呢哦那是我老头死的时候蒸的嚯这都八年了哎呀吃去吧嗯爱的吃啊寡妇饼饿了、嗯、饿了来吃吧拜吧咔咔咔
老太太，嗯，那家里有锯没有啊？锯，准备给锯一块吃啊？太硬了，还八年了。好家伙，没有，嗯，凑吃吧。啊，那也得吃啊，嗯，嘎呢嘎呢嘎呢吃，牙比巨强，一个人，嗯，吃俩大饽饽，哎呦，渴了啊，跟老太太说，老太太啊，有水没有啊？啊，还喝水呢，鸡蛋汤也中啊？哎，行了，别不要脸了，嗯，还鸡蛋汤了，臭不要脸，嗯，没有，嗯，那门后头有水缸，啊，有凉水，凑合喝吧啊，喝点凉水完了，喝吧，嗯，那也得喝呀，一人喝两瓢凉水，好嘛，老太太。俺睡哪儿啊？哎，好，吃饱了就睡，倒是睡呀。嗯，也就是我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心软，炕都给你们烧得了。嘿，其实啊，你们也不容易。那倒是啊，那屋睡去吧。嗯，你们那屋，我这屋，中间啊，就隔一道门。嗯，啊，去吧，俩屋睡吧。嗯，睡了。到了后半夜，啊，坏了，怎么又坏了？您琢磨呀。嗯，吃两个饽饽，啊，两瓢凉水。哦，底下热炕一腾，嗯，上边棉被一捂，哎呦，到了后半夜，这个肚子里起了化学作用了。怎么叫化学作用？这个屁呀，啊！哎呦，你就听啊，听这屋里的，呜，当，什么味儿？呜，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开战了？是怎么着？连续放了有半个小时。嚯，哦，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放完了，啊，这个屋里谁也看不见谁了，都迷糊了，浓烟滚滚呐，至于不至于？好家伙的，嗯，就听这个屁啊，好像世界大战开始了似的，没听说过。好家伙，放了半个多小时，嗯，这个屁啊，那真是韭菜屁，怎么讲？塞牙那么臭，什么话？窝瓜屁，嗯，呼口那么臭啊。电线屁臭一溜，蛤蟆屁臭一坑啊！呵，要账的屁是出溜出气，出溜出气；糖账的屁是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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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相声词，这哪是屁呀？啊，勾点芡就是屎啊！哎呀，呵，哎呀，太恶心了！您这话都听着，这个屁飘飘荡荡，晃晃悠悠，啊，来到了老太太那个屋里头，还串门去了，生生的把老太太呛醒了。哎呀，哎呀。一点不糟践倒是，我这是做梦的吗？仔细闻闻吧，这怎么了？这是？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不至于的。怎么这么臭啊？那倒是，睁眼。屁呀！明白了。不行。嗯，我得找这个屁源呐。屁源？我不能做这个屁下之鬼呀！没听说过。老太太披上衣裳啊，来到你父亲那屋。嚯，哦！一推门。这是把老太太崩回去了，好嘛，半天才爬起来呀。哎呀，一看这个屋里头看不见床啊，啊，浓烟滚滚呐，都聋了。哇塞，嗯，原来是在这儿啊，找着了。老太太拿一大蒲扇往外扇，扇了有三五分钟，呵，看见那个床了，有点影。看见床不要紧呢，嗯，看见那个被子了，再瞧这个被子，呜呜，还放着呢。哎呀，这是让屁给顶的呀，这是。好家伙的，不行，我得掀。啊，不能掀。为什么？刚才我一开门差点没把我崩死。是，这一掀被子非得把我崩死不可呀。哎呦，门后头有一木棍儿啊，老太拿一木棍大挑开，把这个被子挑开了啊，揪住你父亲脖领子，孙呆起来起来起来，就给我接着唱唱。他父亲说了啊，老太太，啊，俺唱的不是不好听吗？对呀，再不好听也比你放屁强啊。哎，去你的吧。